死我了！我以为又有一个队员要退役呢。没那么夸张，孩子们年纪还小，机会多的是。我发现你说话就跟洗脑一样，你说完立马就没事了。那你是没见过爱琴的本事。其实根据排行榜，已经确定了正式的队员，对吗？替补也就从万跟呆墨之间选一个了。不傻你。 那你干嘛费力了举办一场比赛啊？最重要的不是口服，而是心服。大家都是竞技出身，真刀实枪的比一战，比任何排行榜都有用。大嫂，这是你买的吗？对对对，是我买的。等一下，我现在下来拿。什么东西？我买的咖啡机特别贵。你买那东西干什么？我们不是有吗？那个不行，功能不行，我这个是最好的。来吧。 矫情，让你们看看这是什么。这什么呀？哇！哎，快出来！来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大嫂，你买这也忒沉了吧？这是咖啡机。猜对了，咖啡机。慢慢把箱子移过来。哇，真贴心，我们正好需要一台这么厉害的咖啡机。大嫂，你好暖啊！还好吧？这个多少钱啊？这个。 哎，反正挺腐败的，不过我是用自己的钱买的。那这要放哪？放。哎，这桌子有点小，要不然咱们出去搬个大的吧。行。行。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。好。走。走走走。让你看看，厉害的咖啡机。哎，小孩，日子定了没？啊？这姑娘真好，你可得看紧了。阿姨。 折腾半天，到底想干嘛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哎，你去帮我弄点咖啡豆。哎，够了够了，倒太多了，咖啡豆倒太多会潮湿的。没事儿，这帮傻小子一天能喝一罐。真的不行，我们哪有那么多？ 现在已经够了。好了，我要开始弄咖啡粉了，用这个，没问题。 接下来给你开个厉害的。 看好啦！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步了，噔噔噔噔，拉花，厉害吗？ 大嫂，这杯咖啡能送给我吗？这杯啊，可以啊，给你吧。慢点，慢点啊，很满。谢谢大嫂。哎，要不要黄糖啊？啊，不用不用，破坏图案。<笑>我去，这图案做的也太好了。就这么给他了？对啊，反正你也没有说要，他想要就给他呗。 大嫂，大嫂，我也想要一杯，我们也要。行，大家给你们做。大嫂，你这拉花特别好看，什么都会啊。我要那个美美的就可以了。
美美的，好，帮你多做几个图案啊。谢大嫂，哎呀，大嫂太贤惠了。太厉害了，哇，大嫂，可以，大嫂，你这手艺可以啊。还行吧。太好了，对啊，哎，我要这个，喜欢你这个拿吧。我要这熊的，谢大嫂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那我们先撤了啊。好，想喝再来啊。好。我太香了这个也，这味道可以呀。嗯，嗯，你想不想要一杯啊？你要不先累，就帮我也弄一杯呗。 行吧，那我给你做一杯，等着啊。坐好啦。 童年，你好啊。嗯，看，不是，为什么要把我喝掉？你把我喝掉了。嗯，不是我，我不是猪，这猪是你，你喝掉的是你自己。味道还不错啊。别再喝了，那粥都被你喝变形了。你待会喝完了怎么办？图案都没有了。喝完了你就再去做一杯呗。那我再去做一杯好了，不许再喝了。 嗯，再做一个你自己。那个是你，粥是你，粥是含香颜，臭脸的含香颜。你们说，大嫂这算不算花式表白呀？哎，我跟你们讲，大嫂这段位啊，也太高了吧！为了表一白，还买一咖啡机。嗯，大嫂好浪漫。哎。 你要吗？谢谢啊，没事。各位观众 ，SK 战队呢是在1分钟之前啊是成功战胜了来自于澳大利亚的 LP 战队了。那这场比赛获胜，他们也是能够成功晋级到我们的半决赛了。那么在本周六，也就是明天的下午呢，将会在上海进行我们的半决赛了。 对，4支队伍呢，其中有2支是来自于中国。其实最怕抽签结果就是 KK 与 SP 会遇上。对，因为这样的话就要形成一个国内的德比了。决赛上面看到 SP 和 KK 之间的一个龙争虎斗的，这样如果一旦说这个抽签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半决赛内的提前相遇，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难以接受的。到底怎么样，还是要看我们后续这样一个抽签的。